博物馆从事纺织品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已经有12年了。我上学的时候学的就是这个文物保护与修复这个专业，但是对于纺织品呢，我们上学的时候并没有过多的接触到。工作以后发现我们清理的这个丝织品都非常的精美，然后颜色非常鲜艳，所以我就感觉到它们很漂亮。我在想几千年前啊能织出这么美的这个丝织品，所以我就很感兴趣，很想去探索它们。修复文物，延长它的寿命，这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纺织品文物是咱们新疆独特的历史资源优势，丝织品文物它比较脆弱，而且出土文物它的病害比较多样，比较复杂，所以我们在修复的过程中，针对不同的病害就要做出不同的处理方法。而且纺织品文物它修复的时间比较长，可能一件衣服修3个月、5个月甚至9个月都是常有的事情，所以就是比较考验我们修复师的耐性。我们目前为止修复时间最长的就是我们帮喀什博物馆修复的一件清代的黄绢长袍这件衣服呢就看起来是形制是完整的，但是呢它身上只要是经过木板加过染色的地方都是一些破洞。这件衣服4个修复师同时上，修了九个月的时间。我们现在正在修复的这一件是1959年尼雅遗址出土的黄旗女夹裙，然后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个清理、平整、拼对的工作。这项工作已经持续了挺长时间的，因为这个文物到我们修复室的时候比较残破，我们看不出它的形制。根据这个文物残存的缝线信息，还有它裁剪的信息，包括它这个纹样，拼对成了一个裙子。现在只是一个大致的形制，比较精确的一个尺寸信息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全的确定。羊字绫纹锦袜就是刚才我们在修复室看到的那个裙子，穿在同一个人身上的。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它只是一份工作，慢慢的我就会发现比较喜欢这些纺织品文物。后来我会在修复的过程中发现这个工作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文物都是可以说是国宝，我们能修到它其实是一件很荣誉的事情。所以我们修复文物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这个对文物的这份敬畏心在我的工作中不断的增长。像我们纺织品文物保护呢，最重要的其实是耐得下心，能坐得住，因为我们很多都是要用纱里面抽的丝进行缝合，很多时候我们工作大概有一半的时间都是要站着，弓着腰完成的，所以一定是比较喜欢这份工作，然后才能坐得住，修复得进去。我觉得这个文物保护团队合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像我们现在团队就是5个人，不论遇到任何一件文物，不论是从形制上，还是背衬染色上，包括纹样上，怎么提取，我们都会大家在一块儿讨论。下一步，我希望我们自身能做进一步的提升，不但要把文物修好，还要把文物带给我们的更多的信息、更多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都展现出来，让这些本来在库房的文物能走到更多观众的面前去。